咁好啦，呢家就開始另一個 live 啦，咁就係講一個關於form 3嘅有啲同學仔 send 嚟俾我嘅一啲嘅問題啦，咁呢家就開始幫大家温一温書啊，講解一下啲問題咁樣啦。咁我哋呢家就開始睇一睇呢個啲嘅問題先啦。好 ，Hi， 有位入咗嚟啦，已经系睇紧啦。Hi， 你好，你好。我哋一开始讲第一题先啊。第一条系讲紧呢个 physics 嘅第五条啦。睇翻你嘅嗰个 WhatsApp 个 group 啦，你会见到啦。系讲到话 in a circuit 啦 ，PQR 系 identical resistor 啦。佢话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when switch S is closed？ 好啦，咁之后我哋画一画个图先啦。依家有一个图系咁样啦。那個圖是這樣啦，跟住之後就畫一畫俾大家望一望先。呢個 P 啊，跟住呢個 speed 開咗兩個啦，一個係 R 啦，呢跟住有個 S 嘅 switch 咁樣啦。跟住咧就有 Q 嘅嘢，安轉頭啦。好啦，呢度係呢度係 less 數嘅啫。咁點 less 數咧？我哋見到呢個圖啦，見唔見到 ？O 唔 OK？ 清唔清晰？好，我哋望一望先吓，呢个系六伏啦，我叻佢六噶啦，呢个你叻一啦，嗱你叻一噶咋，我都系跟你叻噶啫，呢个一，呢个系叻做，呢个都系叻一啦。咁好啦，如果你未开呢一，即系你嗰个 S 系开咗，即系冇掂住咧，佢就咁流啊啫嘛，系咪？咁你就变咗呢度系嗰个電流啦，電流係I 等於 V 除 R 啊嘛，等於六除翻二等於三，咁即係每邊都係三 A 啦，係咪？好啦，跟住我睇翻啦，如果佢呢個係開始啦，好啦，跟住合埋之後啦，合埋咗個 final 啦，咁合埋之後會點啊？呢個一一啊嘛，一一即係零點五啦，係咪先？呢個 parallel 啊嘛，咁呢個零點五之後零點五加之一點五，一點五即係六除翻一點五，所以呢個應該係，喂，咪傻啦，温緊書啊，唔好打機啦，搞掂咗學業先啦。呢一講緊physics 嘅第五條啊，影埋題目先，題目喺呢度，呢、這個佢影緊，佢問緊你一個。啊！啲呢個 resistor 啦，邊一個係有咩轉變啊？好啦，睇翻我哋嗰個計算呢度啦。好啦，如果我哋依家係講緊呢度係如果刪埋之後會點樣咧？咁一同一即一點五啦。咁一點五唔係呢個零點五先，零點五加一即一點五，一點五六除翻一點五即呢度四，六除翻一點五即等於四 A 係咪？好啦，佢就問你啦。如果 4A 嘅话，咁即系呢个一定系一半一半啦，即系呢个系 4A， 即系本身呢个系 3A， 佢变咗做，佢变咗做咁样啦，佢变成咗呢个系 4A， 跟住博出嚟呢个 2A 同埋 2A， 呢个系电流嚟噶，好啦，佢问你啦。Q remains unchanged， 3A 变做 2A 是错的，所以 A 是错啦。好啦 ，B 啦 ，current through P decrease， 3A 变 4A 上升咗，所以错啦。跟住好啦 ，power output from the battery increases， 咁你谂谂啦 ，power output power 是 P 等于 V 乘 I，V 是6啊嘛 ，V 是 6，I 又系 3A 变做 4A。咁個 power 一定係 increases 㗎嘛，咁所以 C 就答案啦。原子筆嘅都 OK， 可以用原子筆，我轉一轉原子筆先。原子筆係深色啲好睇啲嘛，係咪？可能原子筆會比較好。咁就攞一支原子筆先。咁呢度見到用我講呢條先。咁睇睇 D 先啦 ，D 佢 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Q increase，Q 係呢一個嘛。你谂下啦 ，3A 即一半啦，咁本身六噶嘛，六除开呢度系两边啊嘛，
咁六屋你兩邊各人都分開剔六屋，即係呢個係三屋同埋三屋啦，係咪？咁如果係生埋咗個 S 又會點樣呢？咁有六屋啊嘛，六屋佢哋分呢個四同二啊嘛，即係呢度變咗四屋同埋兩屋。咁所以咧，嗰、那個across Q 個 PD 咧係 decrease 咗嘅，唔係 increase 嘅。睇翻個 P 先 ，P 係三變四啊嘛，所以唔係 remain unchanged。咁所以 C 係答案啦。好啦，呢個第五條嘅解啦。咁啊，第六條啦，望一望呢邊先。第六條呢度佢講到話In the circuit shown below, what happens to the reading of the three emitters if switch S is closed? 今日就俾咗三個選擇，俾咗五個選擇你啦，每個選擇都有三個，之後講 A 一、A 二、A 三咁樣啦。咁你睇睇啦，我哋畫一畫先啦，都係叻數嘅啫，好簡單嘅啫。你叻咗 A 一、A 二、A 三都係，喂先，你寫法有啲問題，因為你叻嗰個咧，那個 emitter 咧應該係要叻嗰、那個。个嘅 EMF 即系个电池啦，同埋咧嗰个叫做个 resistance 嗰个 resistor 嘅，咁所以你叻嘅有啲问题啦。我哋叻完嗰、那个电阻同埋嗰个电芯，先再计翻个电流啦，所以你叻嘅有啲问题啊。不过我哋画翻个图先啊，画翻个图俾少时间我啊，然後個 S 咁樣啦，好啦，睇睇先啊。佢話 S close 咗會點樣啊嘛？咁你睇睇啦。我哋叻呢個都係六屋，即係六屋。其實咁樣個圖咧比較樣衰，點解會咁講呢？因為佢依家係我哋通常要睇嘅係電芯同埋啲電阻係上面係電芯，下面係電阻。你咁樣睇其實唔係幾好。我哋要執翻兩個圖先，點樣執呢？我哋會畫一個。淨係電阻喺上面啦。我一陣會睇 WhatsApp 同大家講嘢 ，OK OK 冇問題。收到大家嘅意見啦。首先畫我哋畫上面電芯啦，下面擺一個叫 A 1嘅物體啦 ，A 1跟住畫一個電阻。唔係喎 ，shit， 應該係唔係呢邊。應該是放另一邊才啱嘅，因為呢邊是騰出一個電芯，放一個 A 一，跟住之後再騰一個叫做，又有個叫做 A 三，有一個電阻，呢度有一個叫 A 二，有一個電阻，跟住佢兼且都有一個叫 switch 嘅嘢咁樣嘅。咁樣嘅，應該係個咁嘅圖嚟嘅。咁你點樣？我哋望一望啦。有呢度 LED 六屋啦，六屋。跟住呢度 LED 係 LED 咩好呢？通常都係 LED 一會好啲，一 ohm 同埋一 ohm 咁樣啦。好啦，跟住佢問，如果係 switch S is close 嘅話咧，即係呢度會 close 咗啦。咁因為咧電咧係中意行一啲電阻值比較低嘅地方，咁咧。佢全部電咧就會行曬落去下面啦，咁咪就唔會行呢、這個，所以呢個基本上唔會理佢嘅，即係呢個已經係唔會出現噶，即係佢啲電唔會行呢度咯，淨會行下面。好啦，我哋睇睇未，如果佢未生之後會未生之前會點樣咧？一咁啊變咗做係類似一個叫做，如果未生之前就類似係一個。咪先。唔係喎，因為呢度係有個冇電，一個係電阻值最低嘅地方嘛。如果電阻值最低嘅話，咁即上面啲電都會行埋嚟下面嘅喎。因為咁嘅話，即係成嚿嘢都拜拜咗喎。咁樣好啦，我哋睇睇佢未拜拜之前會點樣先。未拜拜咧係一啊嘛 ，parallel 一即係變咗0.5啊，0.5加一即係1.5，1.5同六即係變咗係佢係4A。好啦，呢個係開始4A啦。跟住好啦，我睇睇啦，如果佢係如果佢係生咗之後咧，會變咗點樣咧？生咗之後，佢會變咗做下面
佢行佢度行曬嘛，行曬下面啦，即係佢唔會有人行上面啦。佢就變咗得翻一嘅啫，六除一即係變咗六，即係變六 A。咁如果一六 A 嘅話，即係 A 一係變由四變六 A， 所以 A 一應該 increase 嘅 ，A 一 increase 得翻 A C E。好啦，冇錯啦 ，A 三係冇電流通過嘅，點解呢？因為佢行曬落 A 二嗰個冇電咗嘅地方嘛，咁我即係覺得呢個係最好行啦。咁啊點行曬落呢度咯？行曬落 A 二呢個位 ，A 三就變咗冇嘢行噶啦。咁好啦，如果四 A 嘅話，一開始四 A 一半一半，即係兩 A 兩 A 兩 A 兩 A。一開跟住我就知道點咧？呢個係A 一，呢個 A 二，呢個 A 三。好啦，跟住之後點咧？如果佢行曬去 A 二嗰度 ，A 二變咗六 A，A 二 take up 曬所有嘅電荷。呢个 A 二都系六 A，A 三变咗零 A。好啦，睇睇啦 ，A 一系上升 ，A 二系上升 ，A 三系下 ，A 三系 become zero， 所以答案系 E 啦，就系咁样啦。好啦，跟住睇睇第七条啦。第七条咧系讲紧呢一个嘅，佢话 when only switch P is closed 嘅话，佢话 voltmeter reading 系四 V 啦。但是呢個 switch Q 是如果只是 switch Q 是 close 了的話，這個 voltmeter 是 8V 的。我看看啦，它現在是我們給一個畫一個靚仔圖給它先，因為個圖有點樣衰。畫一個這樣的圖啦，上面就是一個電啦，然後這個擺一個電阻 R 啦，應該調翻轉方向先啊，咁樣先啱方向啊。其實方向錯同啱冇所謂，你都係咁睇嘅啫，認真。不過話啱佢會比較易睇啲。跟住之後佢分開兩條路啦，一條路係兩個 ohm 啊，下面就係八個 ohm 啊。跟住佢合併翻咧，跟住就上翻嚟，跟住佢呢度有一個叫做 V 嘅問題。好啦，大家睇啦，佢話揾 resistance of R and EMF of the cell。好啦，如果淨係 switch P， 如果淨係 switch P close 咗嘅話咧，佢就淨係咁樣行啦。即係 total resistance 咧就係二加 R 啦，呢個 R 啦 ，R 乘翻個 I。I 是不知道什麼啦，他答案呢就是4，是不是呢？不是的，這個是錯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現在在讀這個 voltage 而已，是不是？不是讀整個 voltage， 所以我們不是這樣看。我們應該是要說這一部分佔整個voltage 的佔據的是4，我哋 let 咗佢係 EMF 係呢一個 let EMF 係呢一個啦，跟住 let 埋個 R 係個 R 符號啦。好啦，睇睇啦，我哋佔咗呢個係我哋佔咗睇先，佢呢個嘅 resistance 係幾多啊？因為我哋知道咧 V 等於 IR。即是 V proportional to R 啦，係咪？咁就我哋咧，R 係乜嘢啊 ？R 係佔咗成個 resistance 入邊嘅幾多啊？我睇下呢度嘅先，二同八，一 over 二加一 over 八就應該係一 over 二加一 over 八應該係5%啦，即係呢度應該係五 over 百分。5 over 8即是8 over 5, 所以你定8 over 5。但是这样啱唔啱呢？你想下啦，这样是不啱的，为什么呢？因为只开一边，它另一边是没有 connect 的，所以这边是不关事的。如果只开一边会怎样呢？这里是 2, 这里是 R, 2 over 2加 R 呢，这个是个占了整个 voltage 的大小呢，是等于个4over 呢個 omi 呢個epsilon 啦，點解會咁樣呢？睇一睇啦，因為呢度因為 V proportional to R 啦，佢呢個我哋呢個係2 ohm 啦，2 ohm
佔成個 resistance 嘅比例係2/R+2，見唔見到？咁好啦，睇翻入睇翻個voltage 啦 ，voltage 係四，呢排係四啊嘛，四 over 翻成個係 omega 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就係 over 翻四，即係四 over omega 呢個就係第一條式，因為 equation one。equation two 係咩啊？睇下面啦，如出嚟推八 over 翻八加 R 等於翻佢剔咗。八 over 呢個叫做epsilon 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我哋用呢兩條式就可以 solve 到啦 ，solve 咗 simplify equation one 先啦，咁 simplify equation two 先，八 omega 八 omega， 所以我其實可以約咗佢嘅，要約一，要約一，即係變咗做八加 R 等於 omega 等於 epsilon 啦 ，equation two 啦。就係、是、兩 epsilon 等於翻八加四 R 啦，兩條式你可以撳機 soft 咗佢啊嘛，你撳你或者係濕雪條都冇乜所謂嘅，將個 epsilon 塞落去啦，十六加二 R， 十六加二 R 等於八加四 R 等於四 ，R 等於四，咁塞翻落去啦。塞翻落呢度啦，咁 S 同等於十二啊，咁就計多個答案啦。呢、這個就係第七條嘅講解啦。咁我就已經講解完呢一條啦，跟住我哋睇一睇下一條嘅問題啦。下一條嘅問題咧係講緊關於睇下先啊，係 William 同學 send 過嚟噶啦，睇下先啊，係關於呢一個嘅。你 send 咗成班 assignment 係點解？我唔係好明喎。你係咪條條都唔係好識啊？睇下先。你 question one 咧係抄答案啦。我唔係好明白你想做乜嘢啊？我哋就唔好睇呢條住，因為我唔係好明白你呢個圖咧想講啲乜東東。睇下先啊！你之後有啲咩講緊？關於你問邊條啊？其實我懷疑你係乜都唔識噶。Physics 試卷講咗啦，阿 Simon 講緊，先有你都好多圖喎。Physics 試卷呢份咪 Physics 試卷嚟噶？呢個 Assignment Two 嚟噶喎 ，Assignment Two 係 MC 嚟噶喎。你 Question One 咧，你係咪唔識做啊？你又冇話俾我知你係咪唔識做？可唔可以講一講你係咪？等緊你回覆，不過我講住第二啲先啦。我先講一講下一幅圖，你係咪又係乜都冇做啊？我三蚊 free， 你係咪唔明呢一個？我試卷 page two 睇下先啊。試卷 page two 係我揾到 techno 啫喎，我揾唔到 physics 係咪？啱啱 physics 揾到 assignment 啫喎 ，assignment 我揾到啊，但係 physics 嘅。試卷 page two， 我呢家係望緊呢一個 chapter four assignment two 嘅圖咯，但我唔係好望到你緊想問邊一條，因為我 show 下個圖俾你睇下啦，因為你個圖都曝光疏，你個圖咧好混亂啊，唔知你講乜嘢，我中午 send 嗰份，睇下先。中午 send 嗰份就睇下先啊，中午 send 嗰份咧就，你今日中午 send 咗份咩？今日中午啊，碌翻上啲先。今日中午 send 份我講咗，我 send 咗答案出嚟，我影咗答案上嚟噶啦，但系你係咪仲有嘢唔明啊？有嘢唔明，我咧可以再出聲問嘅，我可以再解答睇下先。我 send 咗答案喺度啦，應該 send 咗完畢，下個答案喺度啦。跟住你就問點解係個 friction 啦？其實我哋講翻個 concept 先，個 concept 喺度啦，望一望先。個 concept 係當我哋一個 body 嘅 motion 咧，
佢個 V 咧係向右邊嘅時候咧，個 fraction 咧係一定向左邊。意思係咩啊 ？fraction 咧 is opposite to the motion of body。呢個係 opposite to motion 啊，唔係嗰個 force 嘅 direction 啊，呢個好重要。因為例如話，如果你見到有一樣嘢，佢個 force 係咁樣嘅，呢個 force 啊，佢嗰個 motion 係咁樣嘅，即係佢 velocity 係向呢邊行嘅。咁你要諗一諗咧，嗰個 fraction 喺邊邊咧？個 fraction 係向住右邊噶嚇。佢冇話個 fraction 同埋個 force 係要相反方向㗎，係可以一樣㗎。佢個 fraction 係 depends on 個 motion of the body， 而唔係個 force。所以你見到嗰、那個如果嗰個 body 嘅 motion 咧係向右邊，那個 fraction 咧係一定會向左邊嘅。呢、這個好重要，呢、這個係一定十萬粒星啊！呢、這個好重要啊！如果唔係嘅話，你基本上計唔到啊！俾啲圖會畫錯。好啦，跟住第二個 point 係咩呢？就係、是、你一個，例如話一個打直嘅嘢啦，佢有個MG 啦，上面有條嘢吊住佢啦。如果佢個 motion 係向下，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佢本身係由 start from rest 啦 ，start from rest。跳佢無啦啦忽然間喐喎，開始喐喎咁樣，即係咩啊？即係下面有一個 acceleration 啦，係咪？咁就諗啦，係乜嘢啊？因為佢指住向下嗰個大啲啊嘛。佢點解會有一個 net force 向下？因為下面個力大過上面個力，咁所以咧下面個力減翻上面個力，剩翻嘅力有多向個下，所以呢個就係餘力，即係 net force 等於 ma， 就係咁樣嚟啦。如果打橫會點樣呢？咁例如話呢度有個tension 啦，有個friction 咁樣。咁而佢個 motion 係咁樣喐過，佢呢度有個向左嘅 acceleration 喎。咁即係咩意思啊？係左邊嗰個力減翻右邊個力有多喎。咁有多就會點啊？就會整翻個餘力等於 ma 俾佢啦。咁呢個就係 net force。等於 ma， 個 net force 係大嗰個向左嘅力減翻向右細啲嗰個力啦，呢個就係咁樣嚟啦。咁呢個 concept 基本上就已經講清楚啦。咁希望你都明啦。好啦，跟住睇繼續睇翻呢個 techno 嘅一啲嘅睇翻呢個 physics 嘅 assignment 啦。你影咗好多，睇一睇先啊。第一條啦，你見佢問你邊一個係？gives the least resistance across x and y 啦，睇翻呢条题目先。个题目咧，大减细系啱嘅，大减细系啱嘅，同埋你睇翻方向咯。你首先一定要叻咗边个方向系。咁例如话，如果你嗰、那个、那个 A 系向右嘅，佢变咗向右嘅，咁即系点啊？一定系同方向嗰、那个。即係同個 A 一樣方向嗰個減翻相反方向，等於翻剩低個 MA。如果係呢邊 F 呢邊 T 呢個係右邊嘅話咧，就變咗做 F 減 T 等於翻 MA。因為你諗下，因為呢個力 F 力個力大過 T 個力，令到佢有一個餘力向右邊拉。咁所以咧 F 個力大啲，所以就大嗰個減翻細嗰個，所以 F 減 T 等於 MA。我哋減嘅係。先睇咗同方向嗰先，同 A 方向一樣嘅有 F， 咁所以就 F 擺喺F 係被減數啦。跟住邊個雙方嘅雙方係 T， 咁所以就減翻 T 啦。所以係我哋咁樣睇噶。好啦，睇翻呢個 assignment 2先，睇翻呢個熒幕啦。佢係問邊，你可以睇翻自己個 screen 都 OK 噶。佢問邊一個？combination give the least resistance across x and y 啦，咁你睇到嘅就係、是、你叻曬數出嚟計都好聰明啊！不通常叻四就都 OK 嘅，睇先。你 E 係計錯嘅，點解 E 計錯咧？
佢呢个唔系四分一啊，佢呢个系佢呢一个咧系讲紧一 over 四加一 over 四加一 over 四等于一 over 呢一 part 嘅 resistance。咁所以呢个应该咧系，睇先，你又写得啱，你系写咗四 over 三嘅，你又好聪明喎，系咯 ，OK 噶，系四 over 三嘅，你写啱噶。咁所以呢度咧，你计到嘅话，你应该都计到啦。佢话 least 啊嘛，所以唔系 C 啦，你应该拣一个系，你计错数喎，呢个系一嚟嘅，所以应该系 A 啊 ，A 先系最细啊。B 应该系四四二二二四 ，B 系四啊 ，A 系一 ，C 系十六 ，D 系D 系四 ，E 系五又三分一，即系你个啱噶，所以应该系 A 先啱噶，一系。睇下第二题啦，第二题冇冇 OK 啊？冇嘢问啦。第三条咧都 OK， 第四条、第五条 OK 啊。跟住我再睇睇下面啦，下面系 assignment three。你唔識做呢條啦，講呢個燙斗問題。佢問邊一個 shows the connection of wires of an iron to the pin of the plug？ 咁一定首先係知道咧，一定係嗰個開關就一定係擺喺個 L 嗰度啦。咁所以 boy 錯，跟住 dog 都錯，跟住睇睇下第二樣啦。L 一出一定是駁住嗰個resistor 先啦，跟住睇睇個個 E 有咩唔同咯？個 E 咧，個 E 係 F 啊嘛 ，F 應該係掂住個殼噶嘛。你睇下 A 嗰、那個 A 掂住殼係 OK 嘅 ，C 嗰個咧 ，C 嗰個 E 咧係同 L 擴埋一齊，咁所以 C 係錯啊，所以答案係 A 啊。我睇先啦，呢條係講緊呢個 F wire in electric iron are correct， 佢話。The earth wire should be connected to the metal body of the iron， 呢個一定啱嘅啦，因為你要接地嘅話，一定係要掂住個金屬殼噶嘛，一係啱嘅。第二係，如果嗰個燙斗係 working properly 嘅話咧 ，no current passes through the earth wire， 呢個都啱嘅。點解咧？因為如果個嘢係 work 得好暢順，即係咩啊？冇漏電，冇漏電即係點啊？冇漏電，即係佢唔會有任何 current 接通嗰個 earth wire， 所以 earth wire 應該係冇電㗎。好啦，一二都啱嘅同時呢，有 C 同 E 可以揀啦，咁所以再睇睇第三句啦。In case of the neutral wire is broken, the earth wire provides a spare wire for the return path to the main socket。呢個嘅話呢，你諗下 neutral wire 斷咗，咁嗰啲電咧，一定係由 L 嗰個插頭流去個金屬殼啦。個金屬殼嘅話，跟住就會駁咗個 E 度，個 E 就會駁翻落嗰個main socket 啦。咁所以咧，嗰個三應該都啱，咁所以應該係 E 先啱嘅，係啦。哇！咁跟住之後，我哋就繼續睇落去啦，就繼續睇呢一個係 techno 嘅問題啦。佢係問。Consider the following HTML code. What is the color of the text technology? 他说 font color 等于六个零，六个零的话即是什么呢？你想想跟我们有些不同的，六个零即是什么？即是一个显示屏什么光都没有，什么光都，等等，你问一问 C， 不要问法我 C， 你想说哪个 C？ 翻转头先，哪个 C？ 你想说哪个 C？因為你係咪講想講呢一個嘅事？頭先啊，呢一個你想邊拍嘅事啊？三 C 係咪呢條啊？嗰個 electric iron 嗰條啊 ？OK， 係啦。咁我哋睇睇先啦。electric iron 嘅話，點解 C 唔啱？我哋知道咧，嗰一個。插頭咧一定係由 L 係 live 啊嘛，駁去 N neutral， 呢個係一個基本嘅電流嘅方向啦。E 咧係防止我哋漏電先至會整出嚟嘅，佢係掂住金屬殼嘅。例如話，如果你例如話你揸住個燙斗，你應該揸住金屬啊，係咪先？咁如果佢冇 E 嘅話，咁佢漏電啊，咁會點樣啊？
佢漏電，咁佢冇地方走，啲電一定會一定會走噶嘛。如果我電唔走嘅話，咁我金屬殼嘅先啦，四嘅 choice three 啊，所即係下面呢、這個係咪？呢、這個 F 話嘅，好啦，睇睇先啊。佢話 neutralize is broken 嘅話，一定會走啦。咁點解呢？睇睇先啊，因為我講 neutral wire 如果斷咗嘅話，咁會點樣啊？咁就係因咁會、那個 L 會繼續俾電啊，係咪先？佢一俾電，咁、那、嗰個 neutral wire 斷咗，咁如果佢冇 E 嘅話，即係如果假設冇 E 嘅話，咁會點樣啊？嗰個燙斗、那個電荷咪越嚟越大啦，係咪先？咁佢一定要俾我俾位啲電走啊嘛。咁就係嗰個 E 佢點樣金屬殼嘅話，咁會點樣啊？佢點樣金屬殼嘅話，咁佢就會。啲電咧就會經過金屬殼，再流去一個駁住 E 嗰個嘅插頭，流翻落去嗰個 main socket 度啦，係咪先 ？main socket 啊 ，main socket 係主電流，係啊啱啊，佢落去駁翻個主電流啊嘛，係咪先？即係佢都駁翻落個插頭，入翻去嗰、那個嗰、那個 ring circuit。即係諗下你屋企個設計都係一個 ring circuit 嚟噶嘛。佢係駁住成屋企，即係佢係駁住成間屋企嘅電噶嘛。其實依個一模一樣都係駁住成屋企嘅電，所以應該都係三係啱嘅。總之係記住咧，不過佢唔會問到咁深嘅。通常阿 Simon 你會問到好深嘅。我都讀過沙熟啊嘛，所以我都知道咧，嗰啲阿 Simon 係問得深啲嘅。但係佢其他佢考試咧。很多人都會送翻俾你嘅，佢唔嚇到你咁大嘅，除非你真係揀 physics 嘅話，咁你先至要諗深入啲咁樣咯。其實因為基本上都 OK 咁樣嘅。咁好啦，講翻 techno 先 ，techno 無啦講到一半咧斷咗咧，真係有少少。睇先啦 ，techno 啊，佢依個問緊呢個 technology 啦，四條零咧，呢個要背噶。你諗下我哋平時一個 mon。是咩色噶？一个 mon 一个黑色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哋冇避光。头嗰两个掣，头嗰两个数目字咧，系代表红光；三四系代表绿光；五六系代表蓝光。红色零零即系咩？红色冇避光。绿色零零即系咩？绿色冇避光。蓝色都系零零即系咩？蓝色都系冇避光。如果三個色都冇避光嘅話，咁我 mon 應該咩色噶？係黑色噶嘛。咁所以呢條答案就係 A 啦 ，black。咁如果係四個 F 即係咩意思？唔係六個 F， 即係紅色都係俾最光，藍色都係俾最光，綠色都係俾最光。咁所以就三個都俾曬嘅話，光嘅三原色加埋一齊就變咗做白色。咁如果係六個 F 嘅話，就應該係白色啦，就係、是、咁樣啦。跟住好啦，睇睇呢個第二條啦。HTML file shows 5 images, 4 tables, and 3 videos. Besides the HTML file, what is the minimum number of other files we should s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 web page shows proper output? 咁咪睇睇啦。五個 image, 四個 table, 三個 video 咧。Besides HTML 啦，佢問你 minimum number of other files 啦。Image 一個 file 啦 ，image 一個，咁五個 image 咪五個 file 啦，係咪？五個，跟住有四個 table 呢 table 呢唔需要 file 嘅 ，table 咧直接喺個 HTML 嗰度打出嚟嘅啫嘛，所以係唔需要嘅。跟住呢video 呢都係要一個嘅，咁所以應該係三個 video 咪三個咯，所以五加三應該係八個，咁所以應該係 C 先啱嘅。第三條啦，legal HTML syntax 呢個係哇呢、這個要背認真。frame set column 首先呢一定是 frame set 的 frame set 它一定不会是 frame 一个字的它不可能 frame 一个字的所以应该都是 frame set 这个 CBAD 有可能啱 D 一定错的所以第二呢 column 一定不会全体啦所以 C 一定错啦所以得回 B 和 A 跟住row 同 column 嘅話，呢個就 frame set row
哇，呢、這个真係唔好记得喎、啊。呢、這个睇返 Technology 嗰个 Syntax 喎、啊。呢、這个真係我唔好记得，因为太耐冇 pick up 返 Techno。呢个真係睇返 Syntax 先。你睇返个书入面嗰啲 frameset 啊 ,rows 嗰啲呢，你睇返个咁书入面佢应该有讲啲 Syntax 嗰啲字啊，嗰啲有冇 S 啊，有 S 定冇 S 咁样，你自己 refer 返啦。剛才有人問到呢，點解呢一個嘅 table 唔用 file 啦。咁因為呢 ,table 唔用 file, 因為呢 ,table 呢我哋可以喺一個我哋可以用 HTML 曲呢去整一個 table 出嚟㗎。我都知整一個叫咩 ,table, 咩五乘五嘅 table 呢，你咁樣打落去你話呢嗰、那個 website 呢嗰、那個 webpage 呢就會 show 咗個五乘五嘅 table 出嚟㗎啦。咁使唔使要一個額外嘅 file 去入起佢呢，係唔需要嘅。因為一個 table 都只有一堆 HTML 曲嘅咋嘛。因為咁嘅話佢根本就唔係一個額外嘅 file 嚟嘅。佢同一個佢同嗰個基本 HTML 嗰個 file 呢應該融合埋一齊，咁所以基本上係唔需要嘅。所以基本上只係需要八個就 OK 㗎啦。好啦。第三条我唔讲啦，因为我唔系记得 syntax 啊，你自己睇翻书。第四条咧就系、是、佢系问紧个 bookmark 啊 ，bookmark 应该系 bookmark 咧，一定系一个hyperlink reference 啊嘛，佢都讲咗啦 ，link to， 见到呢度 ，link to， 你个 link 嘅话即系咩啊？一定系一个 hyperlink reference 啊嘛，系咪？咁边一个 hyperlink reference 啊？hyperlink reference 有 B、C 同 D 啦，因为 A 嗰个系 A name 系咪见到，而 B、C、D 嗰个系 HREF 即系 hyperlink reference， 咁所以一定系 B、C、D 啦 ，A 定错啦。好啦，跟住再睇啦，佢要 call one， 佢要 call one， 如果要 call one 嘅话咧，咁一定系睇先，佢 show 系 show chapter one 啊嘛。所以一定是 show 上一定是 chapter 1啦，四个都啱啦，但是 A 错咗啦。咁好啦，睇睇我哋睇睇最尾嗰个先就係、是、呢个啦，就係讲呢个 syntax 嘅问题啦。佢一定係 A hyperlink reference， 最尾即係佢包住个字先啦，因为两个 tag。有個中有個叫小於大於嘅符號啦，跟住括咗之後咧，跟住有個呢、這個 click on the word 嗰個字啦，跟住再加呢、這個斜洞 A 咁樣嘅。咁如果係咁嘅，我見到係 A 嗰個咧個 chapter one 係擺喺出面啦 ，B 都係，所以 A 同 B 唔啱，得翻 C 同 D 啦。跟住最尾就睇呢一句嘢啦，呢一句究竟係 story dot html 井 one 定係 one 井 story dot html 咧？咁呢個係要背嘅話俾你知，呢個係走唔甩㗎。如果我冇記錯嘅，應該係等我先嚇，應該係由大寫去細嘅，所以應該先寫 story.html 先，跟住先再寫一個 one 嘅。咁所以應該係 doc 先啱啊，應該係。好啦，第五條啦，佢係講緊 how many times will the string RCT。be printed by the following program segments。佢話 for x 等於一 ，for 去到一 ，do for y 等於五去到一 ，do wait 啦 ，ict。嗱，跟住睇睇個答案會俾咩先啊？佢係問咧零三五同十五。頭先咧記得佢嗰個 y 係 for y 冒號等於五去五 to 一嘅係咪先？to 是怎样用的 ?to 是你自己想想 ,to 是怎样用的，你心里面答案。是啦 ,to 就是一定由细数去大数。刚才那个 y 是什么 ?5 to 1,5 个数是大过1个是不是那就是怎样 ?5 to 1, 那这个是 syntax error 嘛，或者是个 logic error 啦。不是应该是个 logic error 先，不是 syntax, 因为 syntax 的话它应该是 run 不到。有個叫 compile error 應該係，但係呢個係唔會 compile error， 佢只係冇 output 啫，所以呢個應該屬於 logic error 嚟嘅。如果係五 to 一，即係 logic error 啦，佢睇唔明啦，咁就應該係冇 output， 所以應該係 A
零次啦，所以应该就系、是。好啦，第六条咧就系讲呢个 What is the final value of sum after executing the following for to do statement 啦。谂唔谂啊 ？sum 系零啦 ，for i 负一喺度三 ，do sum 等于 sum 加 i 乘四 ，n 好啦。呢、這个要用张纸去 compare 俾大家睇下。我落喺张纸度啦。首先 ，sum 系零啦。跟住呢 ,i 是由负一去到三啊。首先 i 是负一。sum 等于 sum 加负 ,sum 加 i 乘四，所以就变负四。是咪接着是咩负一即是加变零啦。零 ,sum 加 i 乘四负四接着变一。sum 加 i 乘四这个四加四加负四变零。跟住变二 ，sum 加 i 乘四，呢个变八，呢个变三，最后一次啦 ，sum 加 i 乘四，二十，呢个变四 ，end 咗啦。所以答案呢，应该个 value 系二十先啱嘅，所以答案系 C 二十。好啦，第七条啦，佢就问。Final value of sum after executing the following for to do statement 首先呢都是一样啦。我写过解添。sum 是零啦。跟住 i 是1至4啦。j 是由1 to i。n, 无好等于 n 加 j。跟住 sum, 无好等于 sum 加 n。好啦睇睇先啦逐个逐个嚟啦。i 是 1. begin.n 是零 ，j 咧一 to i， 一 to i 即一 to 一，所以呢个都系一。n 等于 n 加 j， 呢个变一。sum 等于 sum 加 n，sum 等于 sum 加 n， 呢个变一。好啦，j 个完咗啦 ，i 个都完咗啦 ，i 跟住变做二 ，n 等于零。J 等于由一去到 I 一去二啦，即系一去二。先填呢个啦 ，n 等于 n 加 j。你留意佢个系 for to do 咧，嗰个 for j 等于一 to i 咧，我净系 count n 冇等于 n 加 j 嘅啫，佢系唔 count sum 等于 sum 加 n 噶，所以你唔好睇多咗啊。先睇呢个啦 ，J 等于一一 to 腾上啲先。J 等于1 to i 啦 ，n 等于 n 加 j，n 等于 n 加 j 呢个变一，再加次 n 等于 n 加 j 呢个变三，跟住就 sum to sum 等于 sum 加 n 啦，将呢个 sum 等于 sum 加 n 呢个变三，即系变四啦，系咪？你见到佢系咩啊？其实见到咧，第一次咧、那个 sum 嗰个 n 咧系 i 到一嘅时候咧系一啦，系咪 ？n 等于唔系当 i 等于二嘅时候咧。佢系 j 系一同二啊嘛，一同二咁即系变咗做一加二，即系变咗三啦。跟住啦，如果当i 等于三嘅时候咧，个 j 系等于一去到三啦，咁所以个一加二加三，所以 n 系等于六啦。咁好啦 ，i 等于四嘅时候咧，个 j 系等于由一、二、三同四，咁所以 n 咧系由一加二加三加四，所以呢个系十。好啦。跟住咧 ，sum 就將呢幾個 n 加曬落去啦，咁所以就係第一次個 n， 第二次個 n， 第三次個 n 同第四次個 n， 所以加曬佢就等於二十啦。所以答案應該就係 C 啦。第八條啦，係講緊呢一個 value of day five，day 嘅第五啦，呢個係講個 array 嚟嘅喎，呢個應該係係啦。array 嘅話，我哋就睇一睇先啦。day 五啊，佢话 day 五系零啦，首先系 day 五系零啦，跟住咧佢话 i 啲去十二啦。如果 case i of 四六八四六九十一 day i 就三十，跟住佢问你 day 五喎，咁如果系五嘅话，咁即系乜嘢啊？呢、這个应该系讲紧。Array 就是一个书柜来的 Array 我讲过 Array 先
喺度讲讲。阿威系一个书柜，例如话呢一个 day 嘅书柜。它有很多格，那這個呢它有12格，那例如說例如說 day 它設置做1到12，那這個1、2、3、4、5、6、7、8、9、10、11、1、2、3、4、5、6、7、8、9、10、11、12這樣啦，是不是呢？你看到12层书柜啦，咁呢个就叫一啦，呢个叫二啦，佢中括号噶，中括号噶，括住呢个三啦，呢个四啦，而出去推，咁呢个就叫12啦，咁样。佢依家系话 day 五啊 ，day 五即系应该呢一格，呢个就叫 day 五啦 ，day 中括号五，三括号咁样啦，即系当系一个大书柜咁样咯，佢装咗好多唔同嘅 data 咁样咯。好啦，睇睇先啦。佢个题目系问 day 五啊。佢话如果 I 系一去到十二啊嘛，一 I 由一去到十二。佢就话咧，如果 I 系四六九十一嘅话咧，咁我 day I 咧就会系30啦。佢睇下问 day 五 ，day 五咁如果系二嘅话就 day I 就系29啦。跟住佢就问啦，跟住佢仲有个 else 嘅 ，else 嘅话就即系。如果唔係二四六九十一嘅話咧，個 day I 就係31啦。咁我就問你啦，個 day 五係幾多咧？咁 day 五因為個五係唔屬於二四六九十一呢三個呢五個數入邊噶嘛。咁所以咧，佢就會 store 做咧 day I 等於31。咁所以咧，呢、這個就應該係31啦，係 dog 嘅應該係第九條啦。跟住咧就係講緊呢一個嘅 final value of the n after executing the following for the do statement 啦。佢首先係講 n 等於十啦 ，n 係十。跟住佢就話咧，for i 等於一去到五啦，佢就會 do 啦。n 等於 n 加 i 乘 i。好啦，首先 n 係十嘛，係咪 ？i 一會點樣啊？十加一乘一就變咗數第一個 n 啦。即係變咗做11啦，係咪？十啊，呢個 n 呢個係 i 啦，一佢變11啦，係咪？跟住再加啦，呢個變二，11加二乘二，即係15啦。呢個變三，呢個9加15即係24啦。呢個變四，24加16呢個40，呢個變五，呢個40加25變60。五变六，跟住 n 咗啦，所以应该系65啦，见唔见到？所以应该系 dog 就啱啦。你见到咧，我做好多题目咧，都系用紧呢个表咧，即系其实个表我画得样，所以其实个表应该系咁样。如果画得靓仔啲，应该系咁样嘅，就系 n 啦 ，n 如果有多啲嘅话，喺度画个 j 啦，再多啲咪继续画落去，继续画落去咯，呢度个表继续画落去咯，画长啲咁样。咁你试下写一个，跟住写一个。寫一個，如出嚟睇，繼續寫落去，繼續寫落去，寫落去，寫到你最後寫完啦，咁你咪發覺，咦，最後係依、這個，咁咪呢個咯，咁樣，最後呢個係呢、這個，呢、這個咁樣咯，都係咁樣用表嘅方便嚟睇咁樣。跟住好啦，睇睇呢個第十條啦，第十條係講緊呢個 output of the following program segment is the sequence of the input 啊 ，A B C A C B A B， 好啦，咁睇睇先啦。如果咧嗰、那個首先佢入第一個係 A 啦，跟住咧入第二個係 B 啦，我睇睇先啊。我先話 for i 一去到五啦，一去到五 ，repeat until， 咁我就問啦，A B C。Y 零，佢 Y 零系佢冇引号引住喎。我先 Y 零一，喂，明白。但系佢因为佢第一个系佢 I 一喺度五啦，跟住之后第二步咧，佢就 repeat until 啦。V 啦 A 第一个，第一个入 A 啊嘛，第一个入 A，
即如果是那個 A 是等於大加 A 的話呢，那就威單零，所以第一個應該是落零，然後就 until A 等於大加 A 或者是大加 B 的 repeat if， 跟住就 A 呢 if 跟住頂就呢、這個，因為就 else 呢、這個。睇下先啊，佢嘅 input 係 A B C A C B A B， 啊佢都要做五次嘅，啊做完五次，呢、這個做完第一次啦，跟住第二次啦，呢、這個 I 呢個係一嚟噶 ，I 等於一，跟住好啦 ，I 等於二啦。I 等于2的时候呢，佢第一个入 B 啊。入 B 的话佢唔係 A 啦，咁所以就入1啦。跟住就 until 就完咗啦。跟住 I 等于3啦。佢入咗 C。如果 C 唔係嘅话呢，咁就冇 output 啦。冇 C 嘅话即係唔係 A 啦，就出1啦。until A 或者 B 嘛。咁就再睇啦。跟住第四个入 A 嘛。第四个 A。A 嘅话佢入因为 A 嘛，所以呢个出0啦。跟住完咗啦，跟住就第四个啦。I 等于4。跟住之後，佢係入一個係叫 C 咧 ，C 因為佢唔係 A 嘛，所以入所以出一啦。第五個係 B 就係唔係 A， 所以入所以出一啦。跟住之後完咗第四個，跟住去到 I 第五個啦。跟住之後佢入 A， 入 A 嘅話出零啦。跟住就完咗啦，咁就完咗噶啦 ，cut off 咗噶啦。所以最尾個 B 係廢噶，俾你知。所以應該係零一。一零一一零零一一零一零，答案就是 C 啦。十一题啦，佢系问嘅 How many times the statement A more than A 加 B executed？ 首先佢系问 A 等于十啦，第二步咧佢就话 repeat 系 A more than A 减一。首先啦，佢揾咗第一次之後咧，第一次啦 ，A 等於 A 減一，即係 A 變咗九，揾咗一次，跟住 until A 係細過等於十，唔係 until A 細過十 ，A 等於九細過十，所以揾完走得，拜拜啦，佢就同你講拜拜啦，咁就變咗佢揾你幾次，揾咗一次咁大把啫，所以答案係 B 一次，十二啦。十二是讲紧一个嘅while loop， 十二讲紧 while loop 噶 ，while loop 系讲紧如 n 系等于零先啦。如果 n 细过等于五十嘅话，佢就会 do 啦。n 系细过等于五十嘛，佢 do 咗先啦。如果 n 除十嘅余数系等于零嘅话，就会出呢个星咁样啦，因为佢零啊嘛。零就出星啦，出一粒星。跟住好啦，去到五十啊嘛，今日谂下，如果一嘅话，一除十嘅余数系一啊嘛，咁所以唔会出星啦。二除十都唔会出星啦，一定系你谂下，有咩数除十个余数系零噶？一定系零啦、十啦、二十啦、三十啦、四十，仲有五十。好啦，零会出，十都会出。二十都會出，三十會出，四十會出，五十佢 win 啊！五十如果 n 等於五十嘅時候，佢都會 win 噶嘛，因為係 while n 細過等於五十就會 do 啊嘛。n 等於五十嘅話，佢符合條件，所以五十都會 do 啊，五十會 do。do 完之後 ，n 加一變咗做五十一，五十一嘅時候佢就會 quit 咗個 while loop， 咁所以咧佢就唔會再 win 噶啦。咁所以變咗係1、2、3、4、5、6粒星，咁所以應該係 boy 噶 ，boy 先答案啦。跟住之後咧，就係十三啦。喂，十三好忙啊！十三點睇啊？十三認真睇唔清，十三睇唔清。十四 OK， 十五都 OK 啊！你影一次十三俾我睇啦，啊 William 同學。好啦，講咗十四先。十四講緊output 啊嘛 ，A。是不是 A 嚟噶定 S 嚟噶 ？S 嚟嘅 ，S 嚟嘅 ，S 一开始等于零先啦。跟住佢就话咧，纸笔墨墨啊，等阵先。
整一整支筆先。佢係話呢，如果佢係睇下先，佢話如果我未開筆頭添，開 live 就係咁樣噶啦，咩嘢都未預備好，就咁就開 live。佢話要 S 細過12嘅話咧，佢就會 do 咧，就係呢個叫 weight S 加三 ，S 加三咪即係零加三即係三啦，係咪？即係13嚟嘅，跟住佢就 N 啦。咁諗下啦，佢 S 等於零啊嘛 ，S 細過等於十，細過十二佢就 weight S 加三啊。我諗下啦 ，S 細過十二 ，weight 等於 S 加三，即係出三啦。喂，然之後咧 ，S 係幾多？个 S 佢冇任何改变啫咩？佢冇话 S 加三 store 落 S 度，佢冇讲过喎。咁即系咩 ？S 继续都系零，零细过十二，继续出三，再嚟啦，三三三三三三三，不断咁三。咁即系咩 ？C 话咩？佢只系得九个三啫，但系个答案系咩？个答案系无限个三啊，见唔见到啊？无限个三，咁即系咩？系 none of the above 先系正确嘅，但系 D 十五啦。mark 系六十五嘅话，睇睇啦。佢话如果 mark 睇翻个 screen 先，如果个 mark。大过等于90就是 A， 如果咪就会出 B。睇睇第一句啦，佢系咪65啊？即系佢系细过一数啦。首先佢出 B 先 ，B 好啦，跟住啦，细过80出 C， 所以出完 B 就出 C 啦。第三句啦，细过70出 D， 出 D 啦，即系出咗呢个 screen 系有 B、C、D 啦。第四句啦，细过60出 E。冇啊，细个五十出 F 冇啊，细个40出 fail 啊冇啊，所以答案系 B、C、D， 应该答案就系 dog 啦。咁所以呢个就系第15条嘅答案啦，就系、是、dog 啊。好啦，睇翻阿 William 同我睇有冇 send 到呢个第13条嘅答案先啦。得，我 I mean question 啦，系未 send 嘅，咁我就唔理佢住啦，直接睇睇呢个 part B 嘅部分啦。佢話 rewrite the program using repeat until without using for， 咁你就寫啦。咁好啦，呢個第一條問題咧，佢係講到話 for i 即係五去到十五啦，咁佢就會 wait line 咧，呢個叫做星星，咁就用呢個五個位，稍微諗下啦，個 output 會點樣先 ？output 應該係一。二三四五，跟住之后咧就褪一格，褪一格，褪一格，直至到呢一度咧，应该系会有一行咧，应该系会有呢度，应该系有14个 B 嘅，呢个就系 output 啦，不断咁扯一格，扯一格，咁褪到14啊。我谂下点样转做 repeat until 啦。哇，我啲考试卷深咗咁多嘅，我嗰时考试卷都几浅下嘅，认真唔会咁深。唔好理啦，照做。repeat until 嘛，首先我哋 set 一 set 先。I 一开始等于五啦，系咪？俾下我分开先，跟住之后就 repeat until 啦 ，repeat。第一个系咩啊？right line 照抄啦，星星冒号 i 争括号咁样啦，跟住之后点啊 ？i 系五完之后会点啊？好加一噶嘛 ？i 冒号等于 i 加一，呢个点得好少少系啦。跟住点样啊 ？until 佢几时啊？呢个系谂呢个有啲关键，呢个有啲关键。点解咁讲咧？因为你 i 等于5去 run 咗，
I 六会温 ，I 七会温 ，I 八会温 ，I 十五都会温。I 十五温完之后，佢会加变十六，所以 until 佢系等 until I 等于十六咁样，咁就完啦。点解会咁样呢 ？I 五 run， I 六 run。I 七 run， I 八 run， I 九 run， I 十 run， I 十一都 run， I 十二都 run， I 十三都 run， I 十四都 run， I 十五佢都 run。点解啊？因为 I 系由五去到十五啊。I 五 run， 完全去睇去到 I 十五都 run。I 十五 run 完之后加一变十六，咁所以 until I 等于十六，佢就 quit 咗啦。咁所以应该系咁样啦。好 ，A 仔做完，好啦 ，B 仔。We write the following program statement using repeat until. 佢话 for I 等于20 down to 1 do wait 啦 I 乘 I 好啦。咁谂谂啦，佢用 repeat until 喎，咁即系点样啊？一嚟一定系 即系做个 I 嘅符号先啦，唔系 I 嘅 value 先。I 系咩啊 ？I 一次等于20啊嘛，20点好少少。跟住又嚟啦 ，repeat until 啦。好啦，几时用 repeat？ 好啦，睇睇先啊。首先第一句系咩啊？佢系 white line 咧 ，I 乘 I， 跟住之后佢二十卡个咩？十九啊嘛，十九即系减一啦。I 冇等于 I 减一。好啦 ，until 到几时咧？谂谂啦，二十 run， 十九 run， 十八 run， 十七 run， 十八 run， 十五 run， 十四 run， 十三 run， 十二 run， 十一 run， 十 run， 九 run， 八 run， 七 run， 六 run， 五 run， 四 run， 三 run， 二 run， 一到 run， run 完之后一减一变零，所以 I 最尾系等于零嘅。好，做完就咁样。好 ，C 仔 ，C 仔佢问嘅嘢系咧，rewrite the following program segment using while do loop without using for loop。首先啊，佢话一开始话 for I 等于五 down to 一。好啦，咁一开始个 I 系咩啊？五啊，系咪？写咗先 ，I 冒号等于五。下一句系 repeat 啊嘛，即系 while do 喎，系 while do， 佢转做 while do。咁即系下第一句，释释完个 I 之后，下一句一定系 while 啦。while 要俾 condition 噶喎。所以呢个俾个 do 佢，跟住又先落下一句。好啦，咁写入边一下先。begin 系 write 空格冒号 I 啦，分好，跟住仲有一个 ，OK， 仲有一个唔紧要，照做。跟住再嚟一个叫 J 嘅一东东 J 冒号等于一。因为太多行嘛，所以你要整个 begin， 跟住我继续写啦。跟住首先，跟住下一句系又系 while 啦，又俾个条件佢啦 ，do 啦，跟住就整一句佢就，因为用翻写翻个 J 嗰个 for loop 入边嘅东东啦，佢净系写 write 引号星删引号咁样嘅啫。谂下啦，系咪咁简单咧？唔系喎，点解咧？因为你个 J 如果系咁写啊，个 J 会唔变噶嘛？你要令到 J 变，所以你要整得行。J 冒号等于 J 加一，跟住呢个叫end 咗先 ，end 咗呢个爆先。跟住之后出面个爆点谂咧？跟住佢仲有个 white line 喎，你要写埋 white line 俾佢啦。跟住之後咧就完咗呢個啦，咁所以呢個 while 都咁就 end 咗佢啦，呢個 end 咗佢，呢個 end 出 end 呢個 while 啊，見到呢個 while， 佢寫咗張台添，繼續，好啦，諗諗個條件啦，呢個 J 係一到五啊。J 是1 run， J 是2 run， J 是3 run， J 是4 run， J 是5到 run， J 是1,2,3,4,5 到 run， 所以这个是 J 小个等于5，见到就是这样。好了，这个是5 down to 1,5 run， 4 run， 3 run， 2 run， 1到 run， 那就是什么 ?I
大我等于一度。好，做完就咁简单。跟住之后呢就是讲一讲第二条 long question 啦。哇，咁鬼长嘅，好耐冇睇到啲咁鬼长嘅题目咯，已经。睇下先啦，要啲时间消化一下，认真。睇下先啦，佢系话咧，Mr. Wong 写咗个 game program 啦 ，mastermind 啦，系话 array of size 4 stores random number from 1 to 5 without repeated number， 跟住就 ask user to guess the four numbers 1至5 and check how many numbers are correctly guessed。So the number of correct guess and ask the user to guess continuously until he guess all four number correct。一系 declare variables 啦 ，A 同 guess 都系 array of integers with range from 1 to 4。第二步系 ij， 第三系 write， 第四系 time。Step 2就系 set a loop repeat step 1 2 1 2 4。睇睇完先 ，scan 一次先，好啦，唔 scan 啦，睇题目先。睇住先，有 question 2完咗噶啦，认真。第二条问乜嘢啊？点解好似咁鬼，好似冇问过嘢咁多位？认真。留咗 page 3 page 3 喺边度啊？睇下先。呢個 page 4嚟嘅喎 ，page 2喺邊？冇咗 techno page 2嘅 long question， 我即係嗰個咩 section B 嗰個嘅 long question 嗰版，我唔知你問乜嘢喎，認真。所以我唔知道你想問嘅嘢係乜嘢啦。先啦，佢係要你寫成個 program 咁樣落啊？咁样啊 ，OK， 逐拍嚟啊，唔使咁担心。首先第一步咧，你系要先 declare 晒所有 variable 先啦，所以我抄翻呢一个嘅嗰、那个program 嘅版面先。首先佢系写啦 ，program mastermind， 我简写啦，唔想写咁长。跟住就系 user crt。其實 user crt 有咩用呢？係用嗰個 command screen 去做呢、這個下面嗰個叫做 clear screen 嗰個功能。如果你唔出呢個 user crt， 你係做唔到 clear screen， 因為 clear screen 係屬於 user crt 呢個嘅 library 入面嘅，即係你講呢個叫做程式庫咁樣咯。入面有 command 叫做 clear screen， 你佢一定要 call 咗個 crt 先，佢先可以用 clear screen， 如果唔係基本上係用唔到嘅。呢、這個你當聽一聽就 OK 噶啦。好啦，睇下佢 declare 乜嘢嘅 variable 先啦。佢 declare 係 A 同 guess A 啊，你咪寫咯 A 同 guess 係 array of integer 啊嘛 ，integer。第二係咩啊 ？I 同 J 都係 integer， 咁啊繼續寫埋 I 咯，同 J 咯。第三係咩啊？Stores the number correctly guessed number， 繼續都係 integer 嚟喎，繼續寫埋啦，加埋呢個 write 啦 ，number of trial 都係喎，所以寫埋 time 落去，基本上一行已經 store 曬所有嘢，你已經 A guess I J write time 寫曬去，搞掂。好，寫完啦，跟住就好第一步啦 ，clear screen 啦，跟住佢問你啦。跟住佢見到個 show 個 screen 係 number one、number two、number three、number four， 佢就 show 係兩個 correct 咁樣啦，跟住就整個橫線咁樣啦，如此類推。咁你又諗啦，set a loop to repeat 2.1 2.4啦。首先佢係話 generate a random number from 1 to 5 and store into array A。好啦 ，random number 即係 random 埋啫，係咪先？即係補返個 randomize。randomize。
因為你唔 call random 啊，所以你下面用唔到 random 啊。好啦，跟住第一，跟住好啦，之後咧係點樣咧？就係、是、array a array a 係四，咁啊整個叫做你首先你要整個 random 先啦，因為咁所以就 for i 無等於一 to 四 do 咁就a i 冒號等於 random 佢係一至五啊，即係五個數字係咪咧？五個數字啊嘛，即係 random 五啦，五即係零至四，所以你加喺入邊一至五咁樣，咁咪 loop。我好像佢话要好啦，头先唔好意思断咗线啦，真系唔好意思。我继续落啊，佢系话 set j b 一 ，as long as i is larger than one，i is larger than j， 个 a 1 equal to a j 嘅话就 generate random number from one to my gain， 所以就 a 1 set j b 一。咁即係，即係每次都會轉曬四個啊！即係佢不斷咁轉喎，即係佢應該係咪咧？佢話估啱咗數字就係咁改喎，如果冇估錯嘅話咧，咁即係應該係。I is larger than J 就 repeat AI is equal to AJ 的話呢咁就 generate number from AI set J by 1 other by increase J by 1嗰啲個係講緊呢個如果佢估啱咗一個數即係話你有四個數目字嘛如果你撞啱咗一個數嘅話佢就會改咗個數目字去喎即係佢一定係估曬四個數目字先要當你啱咁樣嘅喎如果咁嘅話咁基本上就係、是其实个玩家都冇可能玩得中啦，话俾你知。不过算啦，呢个系题外话啫，认真。通常咧就有啲奇怪咯，咁嘅谂法，因为通常咧 set 咗应该数系唔会变，有啲奇怪噶吓。咁咪照跟啦 ，set J B 一啦，咁咪 J 冇等于一啦。跟住就话咧，如果 I是 larger than j， 佢咪 repeat until 咯，佢话 repeat 啊嘛 ，repeat until， 佢话 repeat the following task， 咁就 repeat until 咯。佢话 i 大过 j， 咁咪 repeat， 咁即系相反系咩啊 ？i 大过 j 相反就系 i 小过等于 j 嘛，咁所以呢个就系 until i 小过等于 so 小过等于 j 咁样。好啦，睇睇先啦，佢话 if A I equal to A J， 咁咧頂咧就會 generate 先啦，頂 begin 啦，先將一個A I 冒號等於 random 埋先嘛，佢話要 random 啊 ，random 五加一咁樣啦，如上面都一樣啦，五加一咁樣照抄嘅啫，跟住就 set J B 一。跟住就 j 冇等于一 ，again， 跟住就 end 咗佢先，跟住就 else 啦，就会 increase j by one，j 冇等于 j 加一咁样，呢、这个就系 repeat， 呢个就系二点一至二点四嗰个 step 嚟嘅，咁佢就话咧要sort into array a。佢係 loop 四次，咁你唔係 loop 四次咯，又去 loop 四次，咁即係係 loop 四次嘛，成個 step loop 四次嘛，因為都 begin 成個 step begin 嘅呢個 until end 咯，咁樣，咁就成個框 loop 四次咁樣咯。Step two 搞掂啦，好 ，step three，set time be 零。
set time be 零。好，搞掂咗啦。Step 4 repeat the following steps 4.1-4.6 until the value of right is equal to 4。佢话 repeat until 嘛，咁咪 repeat until 咯 ，repeat until。佢 until right 系等于四嘛，咁就 until right 等于四咯，好冇？好啦，睇一睇啦。第一步系咩啊 ？increase time by 一 ，time 冒号等于 time 加一。第二步 set a loop to repeat the following task 4 times， 入边咗个 repeat 啊，即系原来入边咗个 repeat。佢就话。唔係 four times 喎 ，exactly four times， 今日用 four 啦，咁就直接用個 for loop 去夾硬屈佢四次，因為你咁樣 solve ensure 四次嘛 ，solve 呢個 do 嚟噶。咁啊 do 乜嘢咧？佢就 guess the four numbers 啊嘛。咁啊就話啦，咁你就睇翻佢嗰個格式係咩啦？佢就話係。Right。跟住就括弧啦，开引号 number 三括弧 comma 整个 i， 跟住俾翻个冒号佢，跟住咧就三括弧。咁呢个系我都系跟格式入嘅啫，因为佢系 number， 跟住直接跟住个一，跟住之后，因为我哋将个一咧就变做一个 i 俾佢，因为我 loop 四次嘛，所以呢个 number 一，跟下个 number 二，下个 number 三，下个 number 四咁样，所以我哋都系改啫。跟住之后就 read line 咧 ，read 落喺边度咧？因为可为个 Android 咧 upgrade 咗之后咧，佢系咁断线，真系唔好意思。头先讲到去边度咧，就系、是、讲到呢个 guess 嗰个位啊，呢、這个 looping 啊，咁咧就讲到去guess 嗰个位啦。咁 guess 嗰度就系、是、guess 嗰个系入翻佢 i 嗰个位啊嘛。咁跟住就end 咗佢啦，跟住就 end 咗呢个 for loop 佢啦。end 个 for loop 之后咧，咁跟住点样咧就？end 完个 for loop 之后咧，跟住就继续睇啦。有咗四次之后咧，佢就问你咧，就话啦，呢度继续，呢度有嘢入过，有嘢入过，你继续入嘢落呢度噶。你就话啦 ，set right 系 zero 啦 ，right 冒号等于零啦。跟住之后咧就 set a loop to repeat the following task 4 times。咁佢咧就佢就话咧 ，if a i 系 equal to guess i， 咁你咪写咯 for i 一至四 do if a i equal to guess。I 嘅話，咁佢就會 then right 冒號等於 right 加一咁樣，搞掂咗呢度啦。4.4 loop 四次搞掂啦，4.5啦，跟住之後就要寫啦，跟住就 right line 啦，跟住就佢 show 個。I 嘛，即系 right 啫 ，comma， 俾翻一个空格佢，跟住就写翻个 correct， 呢啲系格式嘢啫，呢啲好少儿科啫，系咪？跟住之后咧，佢就 show 一个 output line 啦，就写 output line， 即系 right line 啦，跟住就写翻一行咁样嘅嘢俾佢啦，跟住之后咧，就再。until right 等于四啦，好啦，呢、這个4.6屈完啦，之后去翻呢度啦，跟住就 output a line of the time the user tried， 跟住佢就咧话 right line， 跟住 you have tried 隔一隔，跟住 comma 啦，跟住俾翻个叫做 time，
呢個次數啦，再 comma 翻，再開引號加格 times 三括號，再括弧，再分號，跟住就最邊就有個叫 n 嘅嘢啦，咁就完咗係，咁就係咁樣啦。咁基本上個 program 咧就咁樣寫就做完噶啦，咁就係啦。第三條咧就係講緊呢一個 web page 嘅問題啦，咁我哋睇睇先啊。佢就話咧有啲 HTML file 啦，咁跟住佢就問一大扎嘢啦。佢就叫你寫個 output i of the web page 啦 ，output i 即係左邊嗰個 frame 啦，即係 OK， 即係即係 index 嗰嚿嘢啦，咁即係 within 個 left HTML 嘅嘢㗎。首先佢係寫咗 Microsoft 先啦，不過 Microsoft 係 bold， 跟住之後咧就 order list item，order list 喎 ，order list 咁即係 default 應該都係1、2、3嘅。所以 output 1應該是1點，接着是什麼list item， 第一個是 products， 第二個 list item 2是 email us， 所以世界好了，接着這個就做完了。好啦，跟住就去第二個啦。Output 二喎，去問 Output 二睇下先啊。Output 二係 within 個 main HTML 嘅，咁睇睇先啦。佢有個 image source 啦，見到 image 啦，跟住就話 table border width 30% 啦 ，paragraph 即係要隔兩行至三行咁樣啦。跟住 tr 係一個叫做table row、table data、column span 等於 align center。font size 唔 Microsoft， 咁即係 font TD 咁，即係應該咧係 border 一，即係個粗又係一啦。跟住 column span 係二啦 ，column span 係二 ，align center 咁即係 column span 即係呢度二啦 ，align center 啦 ，font size 係五啦。跟住佢就寫咗個 Microsoft 嘅東東咧，跟住寫咗個 Microsoft 東東。跟住咧，佢 TR 啦，好啦 ，table row 完咗啦，都好下一行啦。下一行咧，佢就讲 table data align center operation system。睇先 ，operation system， 跟住之后就 another list table data。OK， 咁呢个就应该写住个 operation system 啦，我简称 OS 啦。跟住之后佢第一个叫做编辑七。跟住就，win 八，睇先。佢 another list 嗰个原，佢 default 应该原点，所以应该原点。第三个应该系 win 十，跟住呢个第二行完咗啦 ，table data 啦。第三个 application 啦，呢个 application， 咁呢个第三行跟住就完咗啦。咁所以基本上咧，output 二应该大概咁样啦。好啦，睇一睇 output， 睇一睇output。C 拍嘅問咩先？佢話呢個 browser cannot show the Microsoft corporation， 咁即係咧佢 even included 咧，咁點解咧？因為佢 title 點解 title 佢 add 咗，但係都 cannot show title bar cannot show in left HTML。left HTML 係咩事咧 ？left HTML title 等先，佢 head 咗。我知啦，因為咧，佢個 head 意思咧，係代表咧，如果佢單獨開一個頁框嘅話咧，佢上面先會有一個叫做Microsoft Corporation 嘅。但如果你 show 喺個頁面度咧，一定係 body 嗰度先見到。如果你要 show 嘅話，一定係將嗰、那個嗰、那個嘢搬落個 body 嗰度，你先會見到嘅。明唔明白？好啦，跟住 D part 啦 ，in left HTML 講咧，instruction one is to hyperlink 嘅話。Hyperlink 話定係A hyperlink reference 啫嘛，咁所以應該係有個叫做小於啦，叫做 A H L E F hyperlink reference 啦，跟住就嚟抄翻之前嗰個嘅 format 俾佢啦，就應該係
个 format 自己对啦，因为我好耐冇读过，我都唔系好记得个 format。总之你抄翻个 format， 跟住之后写翻嗰个智商就 OK 噶啦。咁你写翻 instruction one 啦 ，instruction two 都系啦。嗱 ，instruction one 咧系 HTML 嚟啦，所以你 HTML 一定要补翻个 HTTP 冒号斜斜，跟住先落个 hyperlink 咁样嘅。呢、這个就叫做 hyperlink。好啦，即系如果系同个 web page 先要落 HTTP 啊。如果佢咧 hyperlink 到个 file 嘅话咧，系就咁俾翻个file 嘅嗰个 direction 俾佢啫。即系例如话，你话咩 D drive 啊，咁样即系斜洞啊，一个 slash 咁样落嘅啫。咁你跟住佢咁样落翻，咁就应该做到呢个 instruction two 出嚟，咁你就应该做完呢一题噶啦。你三条系 email us 啊嘛，咁就应该系等先啊，佢要你写一个叫做email email 嗰个嘅hyperlink 啦，咁就应该系一个叫咩 mail to 嗰个乜鬼嘢嘅 hyperlink reference 嘅，你都系自己睇翻书啊，因为我都真系唔系好记得认真，咁所以自己睇翻书啊，你会易啲去记得呢一啲嘢嘅，咁你自己跟翻个书背翻熟个 format， 写翻个啱嘅答案落去，换一换个 hyper 换一换嗰个 email address， 咁你就应该都写得出噶啦，咁就讲完今次嘅 section B 嘅题目啦。好啦，睇翻头先个十三条嘅题目，睇翻question 十三，但你冇俾到，咁所以我就应该暂时 end 咗条 YouTube channel 先啦。咁我到一阵会再同大家喺嗰、那个YouTube 嗰度咧，唔系喺 WhatsApp 嗰度会再同大家讲一讲有咩温习嘅 tips 嘅，一阵会再同大家讲一讲嘅。好啦，暂时到呢度先，好，咁多位，拜拜。